八个蛋。黄金底呢？白金是啊，2天就钻石，完了2天就大师，这玩意儿老快了，一把加好几十分啊。回回的呀，都这么慢呢。胖胖龙非得跟我抢，你说，抢完以后啥也抢不着了，剩个锁子甲。你看，你的幸运小猪，看到没？真是一头猪。跟个猪一样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要么去战斗，要么就让开。维鲁西，奇迹永无终止，破译永不停歇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这些透心搂着蓝天汉，奇迹永无终止，破译永不停歇。天堂的味道，就是装满地狱的枪膛。有这么多口味的折磨可以享用。战斗即刻开始。这把不赌了，你前期没咋来人啊，有点没法赌。太刺激了。不赌了，这把玩怒翼龙。
可以留一张。后排有点太多了，最好是能给我来个腰子。杀一个乌鸦，这怎么能给我碾压了呢？这也太亏了。这，哎呀，这！我相信未来是属于全龙类的。这把我也七级，在第一波啊！这把我七级，第一波。太贵了，这鸡不想要了。有点太贵了，换。一场对决，这把还真就一个包女都没看见啊！你还真就别说了，一个包女都没瞅着。来个水银，
大万岁。膜背水一战，哼，不会老八。拿炉子吧。来件绿甲。15我就不给了，像侠那种英雄不太怕起，要点输出。来自下水道里的末日。你们会玩不？薅着没拿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差点没拿上，来个板豪，两星够用。怎么还有人选机器人这种东西呢？哎，什么情况下才能选机器人的钩呢？三个东西都是废物，不会三个东西都是废物啊。那奥恩的神器不可能三个都是废物啊。
啥上的呀？应该上个前排来。直接给我来张奥恩吧。这样我就不用纠结上什么了。瞎了也行。群女。飞机。群女。EZ 两风暴 ，EZ 两风暴差迅捷射手。这虾装备不错呀。这局应该吃鸡了，猴哥手气太好了，拉倒吧！哎呦，我这把应该玩神龙弩的呀，惨着吗？文章，我连汗都没出一滴。腰带，来自下水道里的墨汁。开的话，开个重骑吧。重骑冒险都行，冒险也行。开张开个冒险和重骑。复苏之方其实挺好。但我也可以刷一个，刷一个我能刷出来啥呢？刷出来怒意什么玩意儿了？刷一个，预言可以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这人一直地升级地吧。太急了。
嫖着两张匣，还挺好的。我还得两轮吧，两轮能升级养地。这家同行地空了，那家同行没地出来啥牌，我估计应该挺好地的，应该没事。巨杀，再等一轮吧。这人行啊，女神之泪侠他都要啊，他想把侠快点升到二。开了吧，文章之书，开开。神龙下轮开地，我的目的就是战斗。他妈这节奏挺快呀，魔龙靠近，
下去了，这双翼，两星龙女还可以啊。我踩死了。那这阵营玩的人太多了。全他妈这玩了，我操了。不能玩了，这阵营不能玩了，玩不了。我飘出来两将侠，我递个侠递不出来。全这玩了。我得换一个了，我不能跟他们玩了。我这跟他们玩的，我这玩的太累了。我还是得去当我的赌狗。你的节奏太差了，我感觉还。